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小屋。这次要做的料理呢，就是咸蛋蒸肉。这是一个非常适合配饭或者配面的料理哦。那首先要准备的材料有盐巴二分之一小匙、糖一小匙、香油一小匙、酱油一大匙、米酒一大匙、适量的胡椒粉、少许的姜末、青葱一支、约两瓣的蒜末，还有一颗的咸蛋。记得蛋黄跟蛋白要分开哦。一碗的开水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绞肉啦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将绞肉拌出黏性。接着加入所有的调味料，还有包含咸蛋白的部分哦。将材料搅拌均匀，我这边建议蛋白的部分一开始可以用碎一点，这样会比较好拌哦。不要像我一样没有用的很碎，就会需要拌比较久的时间哦。材料拌匀后呢，我们将绞肉盛装到盘上。将蛋黄呢放到绞肉的底部。接着拿出一个电锅，倒入一碗的开水。将绞肉放入。最后蒸到熟，那知道咸蛋蒸肉就完成了。